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看课本，这个我们讲到105页最后第四这里，阿毗昙中的菩萨所以翻过来106页有最后这个标题好。因为这个在解释什么叫做菩萨那么第一个是说这个解释经典里面的菩萨摩诃萨那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那么菩萨要放在最后说，那么第二个是在说明那么为什么要别说菩萨众菩萨不是在四众里面吗为什么要别说。第三个，为什么声闻经不讲菩萨，声闻经里面阿含经里面没有菩萨第三个主要没有，第三个主要在讲什么叫做菩提萨埵什么叫做菩提萨埵我们看那个大的标题123国字的那第三个是在说这个什么叫做菩提萨埵，那菩提萨埵里面它有解释然后第四个就是在说，那么阿毗昙论中讲到的菩萨现在在讲这里就是他的一个纲要那么细目里面那么就是由这个经里面的经里面的这个所谓什么叫做菩萨摩诃萨那现在讲到这阿毗昙论里面讲到的菩萨。好，那所以我们看106页，云何名为菩萨那么这个在前面已经有说这什么叫做菩萨，但是这里是举论里面的菩萨义我们稍微要知道佛法声闻跟菩萨就是小乘跟大乘，它的定义，佛法僧的定义有一些不太一样那即使是部派里面就是三宝因为佛教里面最主要的是三宝，教主、教法、教众就是叫做佛法僧嘛那这个佛法僧的定义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如果我们依我们把声闻就是小乘以部派的论师及论书为主来看那么菩萨道以大乘的这个三藏来看就论那以及经来看，那么会发现到有一些差别，即使是部派里面也有一些不一样。那大乘的佛跟部派以及阿含经里面的就是部派里面的佛不太一样。那阿含经里面只讲到七佛当然部派就不只讲七佛了论书里面就讲到非常多那这个经里面只讲到释迦牟尼佛以及过去未来佛那并没有讲现在他方世界的佛那大乘经典里面这一部分就讲得很多那这个佛的概念也有一点变化，有一点不太一样像大乘的法华经讲到佛其实是化现来的那么佛其实并不是在这个世界成佛的，他早已成佛了，涅槃也不是实际上的涅槃就是这种概念已经是跟阿含经的概念已经不一样了那这个法那不再是只是解脱法在阿含经里面主要是得解脱的
那么即使是像金刚经啊，比较跟初期的阿含经比较接近的啊，那原始般若这一块，那菩萨也是为了让众生得解脱。那到了大圣啊，他不只是让众生得解脱，要让众生都成佛。那解脱跟成佛有没有不一样啊？有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是就是啊，那么都是啊，不再轮回了啊，自在了。不一样的就是啊，那么智慧不一样啊，那么解脱是都解脱了啊，但是啊，那么慈悲智慧的量不太一样。那《大圣经》里面比较多的譬喻是啊，比如说这个从智慧光明这一边来说啊，那么声闻如毛孔空啊，就是它也证得空，但这个空就好像一个毛孔的空一样啊，那么小。那佛是太虚空啊，这太大了啊。那像我们上次说的啊，声闻的水啊，这智慧水定水啊，那三昧水啊，这个水啊，像牛车水、牛积水了啊，牛积水，牛踏过凹下去那一洼的水啊，非常小啊。那这个佛啊，以及菩萨的这个水啊，是大海水啊，那所以就差别有一些差别啊。所以佛是究竟的。那声闻里面，声闻里面虽然究竟，但究竟中有无量差别。啊，意思就是说，都是大阿罗汉，但主要来分，主要都是究竟解脱，都是大阿罗汉。那有神通的，没有神通的，所以有分所谓具解脱，啊，那么所谓即会解脱，具解脱是有神通的，会解脱是没有神通的，啊，它就有分了，啊，那么具解脱里面啊又有分，啊，那么比如说啊。十大弟子里面啊，智慧第一的，大家都断尽烦恼，照理来讲就尽了啊，但是智慧不一样。舍利佛是智慧第一，舍利佛智慧第一了，但他并不是多闻第一，多闻第一是阿难。那么多闻跟智慧第一，并不是论义第一，论义第一是迦瞻衍。虽然很会论义啊，论说佛法啊，但是他也不是说法第一，说法第一是富罗那。那虽然说法论义智慧第一，但并不一定是度众第一。度众第一是这个迦留陀矣，哈哈，你看，所以这一些看起来就是说，照理讲啊，那你智慧啊，那么跟定有关系，那么定引发这个无漏慧，那么你无漏慧第一，你的定应该也第一，定第一应该神通第一，也不尽然。神通第一的是目犍连，那么智慧第一，它牵涉到啊，智慧第一不一定说法第一啊，不一定说法第一，不一定度众第一啊。所以这个在你看在声闻里面呢，啊，它有种种的差别啊。那么这个差别有时候是非常大的啊。那所以在佛里面，没有这种差别。其实在佛里面，佛都是圆满。那么很明显的看，声闻没有，还不到于圆满，它是究竟，但没有圆满。但从某一个程度来讲，也还没有究竟。所以后来像《法华经》，他就会讲，大圣经典基本上都是在说啊，声闻啊这些大阿罗汉还不到究竟，所以它是有上啊。但是佛都是无上的。那么我们说阿弥陀佛啊，光明第一，其实这个是方便说啊，所有的佛在各个程度上说都一样，没有谁哪一尊佛的智慧可以称第一，没有哪一尊佛的度众可以说第一，没有哪一尊佛的说法可以说第一，没有啊。但是阿罗汉里面就有智慧第一的，并不一定是说法第一。说法第一的并不一定是论义第一，论义第一的并不一定是度众第一啊，这就不一定了啊。那么多闻第一的也不一定是说法第一，啊，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一些啊，像论义的都比较偏重在思啊，多闻就比较偏重在闻
啊，那智慧啊，可能比较偏重在修或是禅定啊。那么这一些阿罗汉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佛没有啊，佛都一样啊，都是圆满究竟无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佛跟身，就是说在究竟解脱这一部分，佛以及身已经有一点差别了。那法呢？法也有差别啊。那成佛的法，后来所谓的菩萨法、解脱法。那佛陀时代基本上是两个，叫做人天道跟解脱道。到了大圣有多一个菩萨道啊，后来我们把它叫做五乘佛法啊，其实就是这样。那这个稍微我们稍微就是了解一下，就是三宝在部派里面它已经产生变化了。那么像大毗婆沙论啊，那么后面会讲到啊燃灯佛啊，类似像这个，那么又有很多啊很多尊的佛，乃至于他方世界现在有佛这种观念啊，就渐渐非常的多起来了。那要成佛，而不只是解脱。那解脱跟成佛中间啊，又有一些变化。那一开始是你解脱的，你证阿罗汉了，你就不能成佛；或者说你把烦恼断尽了，你就不能行菩萨道。但是后来慢慢有变化，变成是你把烦恼断尽了，那么只要你一开始有发菩提心，你依然可以行菩萨道。啊，乃至到最后，啊，那么像啊《华华经》讲啊，那么一切众生毕竟都会成佛，那么只要你即使证阿罗汉了，你都还可以成佛，啊，为什么？回小向大就可以了。就算你没有发菩提心，证了阿罗汉之后，有佛会叫你发菩提心。那么像这种观念后来都慢慢变化，乃至于到了《增长维心圣曼经》的经典，啊，那么。没有不发菩提心这件事，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没有佛没有菩提心的一定有啊。所以你修行成佛，不过就是恢复你本来的面目而已啊。所以这个没有不能成佛这件事，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啦，哪有不能成佛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啊，而且都具足如来智慧光明。啊，那么所以啊，没有不成佛这件事。那在《般若经》里面讲焦牙败种啊，就是你一旦证阿罗汉了，你就不能成佛了啊，就比较原始的般若是这样的啊。那所以他要求你要发菩提心啊。那么你一旦证了阿罗汉，没有因缘了啊。那么在般若经里面，或者是说，因为大智度论就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嘛。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比较属于中品的啊。那么原始般若之后有下品般若，下品般若之后有中品般若，中品般若之后有上品般若，上品般若之后有理趣般若啊，就是密教的般若啊。就是说这些般若经它本身也不断思想在改变，所以都有所谓的我们说思想史啊，就是思想的进化啊。你像现在看看这个《金刚经》就好了啊。这个我们在讲《大智度论》第一堂、第二堂的时候，大概也有稍微介绍过啊。那就是稍微整理过，让大家知道啊，这个《般若经》跟《大智度论》的关系，《般若经》跟原始佛法的关系啊，那般若本身的一个改变化。那像《金刚经》，它有原始般若的思想啊，所以它没有讲空啊。原始般若里面不讲空，就讲无我啊。如来若人证得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哈哈，没有讲空。《金刚经》没有讲一个空字啊，不是像《心经》啊很多的空啊，《金刚经》只讲无我啊，证得无我就是究竟啊，就是真实的菩萨啊。那他也不讲初地、二地啊，他讲。啊，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须陀洹能咒思念我的须陀洹国佛啊，他也讲这样。他的菩提心不是让一切众生皆能成佛，不是，令一切众生皆得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是比较属于啊，这个接近这个阿含经的原始的，但是
金刚经里面啊也有后起的啊，比如说讲无眼啊、佛眼啊、法眼、慧眼啊。法眼跟慧眼其实早期在阿含经里面，慧眼就是法眼啊，得法眼净啊，证慧眼啊。但是后来在大圣经典里面，法眼跟慧眼是不一样的，慧眼是声闻的智慧，法眼是菩萨的智慧啊，佛眼是佛陀的智慧啊，那其他的肉眼、天眼啊，那个是凡夫的啊，那个是能见啊，啊，这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后期才有的。好，那这一些我们说到这个部派的三宝啊，那以及声闻里部派就是声闻啊，以及大圣里面的三宝的概念其实不太一样。那么一样是大圣或是一样是声闻也不太一样啊，部派里面各个部派的观念就也其实偏重也有不一样啊，这个我们稍微要知道啊，不然我们看这个东西有时候会乱，为什么这里这么说那里这么说啊，一样都是部派啊，但是不一样啊，一样都是佛教啊，部派跟大圣又不一样，一样都是大乘啊，那么真常为心，性空为名啊，啊，以及虚妄为事啊，就是为事中观如来藏啊，讲的又不太一样啊。那我们有时候常常喜欢问，那到底是怎么样啊？你不要去追答案，你只要知道它是这样发展的就好了啊。因为我们现在说怎么样，不就是怎么样啊？那就是说，就有一点像啊，你做梦啊，那你来问我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就算我跟你讲它是什么意思，你也不能证明真的是这样，我也不能向你证明真的是这样，啊，就是说我无法向你证明你这个梦真的是这个意义，怎么证明？你自己只能啊，我就算跟你说它是这样的意思，给你做这个梦是这样的意思，或是这个不就是一个梦而已啊，那么你不用管它什么意思啊，那么如果你一定要问出个意思出来。就算我跟你讲了，你也没有办法证明，我也没有办法去跟你证明，它真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习佛法，啊，不要陷在这一些泥淖里面，啊，就是在这一些思维中，哦，自己啊叫做作茧自缚，啊，就自己把自己绑住了，啊，好，那我们只要知道哦，它是这样的发展。啊，佛法有这样的发展，那最终都要回归到哪里？回归到心没有烦恼，就是你的智慧不断的进化进步啊，不要退化，进化不要退化啊，那你的智慧要不断的进化，你的烦恼要不断的进化清净，那么要只要回到这里就好。那回到这里，基本上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不断的觉察，啊，觉察自己的心。首先要分别自己的心，现在是善还是恶，是染还是净，啊，这个是第一步啊。这个世间上现在很流行的叫做正念，啊，那么佛法强调的就是正念正知，你回归到这边就好。那慢慢慢慢，你就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你再来看这个，当然你一开始像我们学这些东西，那我常常讲这些都是知识，而且是前人的知识，那这是前人的知识啊，它不等同佛的知识，但是它引导你去了解佛的知识，所以才会有那么多部派嘛，它不等同佛的知识，我们不要把祖师的智慧等同佛陀的智慧。那当然我们在看的时候，每一个人看是不一样的理解啊，这个也就是说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或是法华经里面的天下雨啦，牛也喝水，蛇也喝水啊，那么牛喝水变成牛乳，蛇喝水变成蛇毒啊，那每一个人取得不一样，小树也得到滋润，大树也得到滋润，小草也得到滋润，小草吸收它需要的那一滴水，大树吸收它需要的那一桶水啊，就不一样。大象也喝水啊，那个
那个小虫也喝水，大象喝的水比较多，小虫喝的水比较多，但是彼此都能满足。那我们学习佛法，基本上它最重要的就是转化，就是吸收转化。你要能够转化成你有用的，所以知识最重要的在启发智慧。就是说你要从这一些知识里面明白你生命中的道理，以及知道你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进而那让进化你的生命啊，就是提升你生命的素质啊，提高你生活的品质啊，基本上就是这样而已。那慢慢进化到一个程度啊，完全进化，我们就叫做解脱，就叫做自在，叫做涅槃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有时候因为我们学习佛法啊，我们看现在的佛教徒，那现在两边啊，佛法常常讲中道啊，中道就是中正如实之道。现在的佛法有时候现在两边啊，两边就是啊，有时候就现在法义研究啊，研究来研究去啊，像部派的论师这样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到最后因为太深奥了，越研究越深奥，越研究越繁琐，就认为要啊，因为非常的深奥嘛啊，你单单要理解这个东西都要很久啊。比如说我举个例来讲啊，比如说你看100卷的《瑜伽师地论》啊，那你本来要修个佛法，你这100卷的《瑜伽师地论》看完啊，你还不了解，看单单看完而已，你还不是完全了解，都已经过了不知道几十年了。那你越看越深奥，你就觉得哎呀，修行太难了。不理解还不难，一理解就觉得太难了，那这是一部分。然后你就会有一个观念啊，我们这一生是不太能解脱的啊。那佛陀时代没有人在读《瑜伽师地论》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出来啊，《瑜伽师地论》是很后期的才有的啊。他们读的就是佛陀就教他一个方法而已啊。那么基本上不离开，如果是在家的，不离开世界升天之法，叫做端正法。啊，那如果出家或在家有真上心的啊，不离开四念处八正道啊，那比较精进的或是比较立根的啊，可能就是教七觉支啊，那么还是以四念处为主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是当时的修行方法，那么这一些都不离开所谓的正念正知啊。那后来因为我们繁琐化，义理繁琐化啊，那么又把自己复杂化，那么不断的升高，高到我们自己爬不上去，然后就会望天兴叹啊。那么佛法太殊胜了，可是我爬不上去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学的很多啊，会感叹用不到、用不上、用不来啊。所以懂得很多啊，那么对烦恼的净化啊，没有什么作用。那么了解的越多啊，那烦恼越重啊，那么就会，那么知识吸收的越多，我执就越重啊，就常常会有这种情形啊。那这个其实是没有回归到修行的本质上去。这个是一边啊，另外一边就是尊重仪式，形式上的佛教，仪式上的佛教，那么太容易了啊，那么。要往生佛果啊，盖一条往生被就可以啊，念个往生咒就可以，甚至你不用发出离心啊，什么无量寿经里面说啊，这个要发菩提心修诸功德，一向专念回向发愿，不用啊，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说啊，要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不用啊，这个观无量寿经说这个要修精业三福，也不用啊，乃至于十念都不用，你死了，你的祖先啊，把你写在人家做水陆法会、超度法会的时候，给你写一个牌位啊，那么就把你超度到极乐世界去了。你看，后来就太容易了，研究法义的这一边觉得太难了啊，那么不容易啊，那么不研究的啊，就又觉得太容易了啊。那么甚至盖一条往生被都能够让你往生啊，那么临命中啊，或是已经死了啊，7天、49天乃至对年啊都没关系，甚至死了20年了 啊，那么人家刚好啊
举办这个法会啊，给你写一个牌位，都让你超度。后来甚至很离谱啊，挂一个什么手环啊，那么念一个什么咒，都可以让你超度。那么这个事又太容易了啊，所以佛法后来就两边啊，那一边太难了啊，这一生根本不可能解脱啊，我们啊业障太重了，所以生在末法啊，那么。这个怎么修都不能解脱啊！现在是末法啊，只能修一些福报啊，只有正法的时代才可以解脱啊。然后那怎么办呢？啊，不要堕三恶道就好啊，能够往生净土就好。那怎么往生呢？啊，那一开始也没那么容易啊，后来就讲得太容易了啊。如果依无量寿经来说，依无量寿经来说啊，因为净土五经一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那个楞严经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再加上世亲菩萨的往生论。好，那么往生净土主要指的是西方净土，啊，极乐世界啊，那其他的净土又不一样啊，比如说弥勒净土的话，啊，弥勒上生经、下生经，啊，药师佛净土有药师经，阿处佛国净土有阿处佛国经，啊，那么宝鸡佛国有这个维摩诘经啊，那么反正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净土。那如果依这个无量寿经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来说，那么主要的根本依据应该是无量寿经啊，应该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为根本。好，那无量寿经讲四种往生啊，那么要发菩提心。啊，没有发菩提心去不了啊，所以往生论说恶圣总不生啊，那这个要修出功德啊，那以你功德的修行的多少，那功德不外乎三十七道品啊，戒定慧啊，就不外乎这些了啊。那么这个以你修出功德的高低多少来分你的上辈、中辈、下辈啊，所以上辈是大修功德啊，修得非常多；中辈是修诸功德，下辈是多少修善。好，那么之后你才一向专念回向花园。虽然这样说啊，但你如果看《无量寿经》，它后面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你在娑婆世界修行，正心正意。啊，修行一天一夜，啊，就八关斋戒一天一夜，胜过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啊，极乐世界二六十中念佛、念法、念僧，但是你在娑婆世界八关斋戒一天一夜，正心清净啊，修行一天一夜，胜过在极乐世界那一种啊，整天念佛、念法、念僧的一百年。啊，那极乐世界的一天就是人间的好几年。但是你在娑婆世界努力修行一天，精进修行一天，胜过在极乐世界那没有烦恼的修行一百年。那他说的是什么？啊，其实不外乎就此时修行，都是此时此地此人，就这个时候，就是现在，就是自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另外一个就是告诉你，虽然你要往生净土，你的心不对。啊，你的智慧不足，你误会佛法了，你也不能往生。所以他告诉你，啊，如果你们仔细看《无量寿经》了啊，他告诉你，他有两个重点提示，啊，但是没有人讲。第一个就是啊，我们说过无恶无逆无痛无烧后面，啊，告诉你这个娑婆世界啊有很多障碍，啊有很多阻碍，但是你能够啊专心致志正心正意啊，这样修行一天，胜过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啊，这是什么意思？好，第二个，你虽然发菩提心、修诸功德、一向专念、回向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但是不了佛智、不思一智啊，后面很多。然后就是，其实不是真正懂得佛法，不了解佛智是什么，佛的智慧是什么？佛的智慧就是缘起的智慧。缘起的智慧就是如是因如是果，法住智啊，就是法界法性法住法界法位的智慧啊。那么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真正的佛法啊。那真正的佛法就是什么？觉悟。觉悟要从觉察开始啊。那么从觉察烦恼、控制烦恼开始。那你不了解，你不了解佛法的真理，你不了解念佛的真理，你不了解佛说阿弥陀经的真理，你不了解佛说无量寿经的真理，你不了解法藏比丘修行成佛庄严国土成熟众生的真理，你不了解，叫做不了佛智，不思于智啊。然后以疑惑心修诸功德。以疑惑心就是什么？不了解佛法，不知道四谛，不知道缘起，不知道因果业报啊。那么以疑惑心修诸功德，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生到边地疑尘。生到边地疑尘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有疑惑心，就是他不是真正明白佛法，所以他跟佛法不相应。他虽然念佛想要生到佛国土，结果去生到一个什么没有佛法的地方，边地跟中国啊，这后面也有说到，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中国就是有佛法的地方。500岁不见佛不闻法啊，不行菩萨，就是没有菩萨道，没有修行这件事。但是他享受富贵，他在七宝宫殿中享受富贵啊。这无量寿经的说法是好像被一个金铁链链住了，金铁链也是链 啊被这个富贵功德链住了啊。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啊，啊，都只强调48愿里面18愿，若有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啊，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哎呀，10念就往生了，要不是把它讲得太容易，又不是讲的，要不然就把它讲得太难。其实佛法里面容易跟难不是问题，问题是正确跟不正确啊，这三个重点嘛。第一个就是要正确嘛，啊，要先正确，你要先路要正确，然后怎么样？然后要怎么样？要不断的精进，若一日到若七日，要累积，要积功累德，要纯熟。啊，就是第一个是正确啦，第二个是适合啦，就是这样的方法适合你，你适合观想，你适合持名啊，你适合修地水火风，你适合修青王赤白都没关系，那个都是新的训练而已。第三个，适合了之后，正确适合了之后，就是若一日到若七日，其实修行就是这样的问题嘛。那你就能够明白，但是你不明白，你看哦，他跟你讲，你以疑惑心修诸功德。你是胎生，不是莲花化身。胎生一定是来人间嘛，只有人才胎生啊，鬼也有胎生的，天都是化身啊，只有人跟畜生是胎生。但是你住七宝宫殿，你又是念佛啊，那但是你不能升到极乐世界，你也没有升到天上，但是你有很大的福报，你胎生，而且重点是你升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叫做边地疑尘。那你有没有想，哎，很多人，很多人念佛要求往生，没有好好的看无量寿经，真的，你把无量寿经看清楚啊，就好像这个药里面哈，他告诉你这个药作用有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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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他也有淡数啊，但是如果啊你不能吃太多，或是你吃了有什么状况，你必须要怎么样，表示你怎么样啊，或是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吃。啊，或是啊，那你吃了啊，只治疗这种东西啊，那类似像他有这一种啊说明书了，他后面有淡书啊，啊，你们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回去再好好把边地疑尘这个看一下啊。他告诉你啊，你念佛要往生的，但是因为你不了解佛法，你生到边地疑尘啊，胎生啊，重点是生到你要生到。260中念佛念法念僧的地方，结果因为你不是懂真正的佛法，不了解佛说这个法的真义，不了佛智，不思于智，以疑惑心修诸功德，生到边地疑尘，生到没有佛法的地方。你好好想，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啊？因为现在你就听闻到佛法啊，你不把它当一回事，你对这个法轻慢，
所以你会生到没有佛法的地方。现在释迦佛说的法跟阿弥陀佛说的法有什么不一样？一样啊，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那现在释迦佛说的法不算是法，那么你怎么可能听到阿弥陀佛说的法？你不把释迦牟尼佛说的法当作是佛法，难遭异象，你怎么能够遭遇到阿弥陀佛说的法？因为佛佛道统啊，释迦牟尼佛说的法就是阿弥陀佛说的法。你想一想，所以为什么你会升到边地一层？你不是念佛要往生吗？为什么五百岁见佛，五百岁不见佛不闻法，不知道怎么修行？为什么？哎，你没有想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像大圣经典里面都是菩萨道、菩提萨道的啊。这里就在讲菩萨，什么叫菩萨？啊，那因为我们是不晓得为什么讲到这里来啊，主要就是说在说明部派里面的佛法三宝的观念跟大圣的三宝观念不一样。那么一样是大乘的，也彼此也不一样。那问题，我们知道的跟经典里面讲的，有时候背道而驰，有时候又不一样。人家经典明明不是这么说，那你却给你说出来，却变成是这个意思。这个佛陀时代就有两个啊，一个是夜摩迦，一个是阿里赞啊。佛陀明明讲五欲是障道法，到了阿里赞听起来，经过他的脑子吸收演化之后，就变成五欲非障道法。那个佛陀明明讲啊，这个不长不断的中道法啊，这个但是这个夜摩迦听起来就变成阿罗汉灭后更无所有，断灭了。人家无量寿经，人家净土法门本来不是这个意思，给你说起来，念佛求往生，跟好跟这个念耶稣、念基督得永生一样，佛教变成外道了，佛法变成外道法了，啊，所以我常常讲啊，有时候我会说，一般人所谓的一门深入，一门深入是我们说的适合纯熟，纯熟若一日到若七日一门深入，可是你要先正确啊，正确就是你这个门必须是瞿昙沙门啊。佛陀时代有沙门、婆罗门啊，沙门里面有瞿昙沙门跟外道沙门啊，六十外道沙门啊。你这个门是婆罗门，是沙门啊，是外道沙门啊。你是深入了没有错，但是你这个深入是六十外道的外道沙门一门深入啊，婆罗门一门深入啊。婆罗门重祭祀啊，祭祀万人啊，啊，从各个祭祀门里面啊，得到种种的功德啊，啊，外道沙门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不了解佛法的道理啊，叫做不了佛智不思一智啊，不是真正懂得佛法的道理啊，啊，那佛法的道理，佛法的智慧就是什么？缘起因果的智慧，啊，就是有那个因才有那个果。可是你念佛，很多人把不了佛智不思一智就解释成啊，这个阿弥陀佛的智慧慈悲不是我们可以施予的，我们只要念佛，佛就会接我们去，不是这样啊。就是佛法的智慧就是缘起因果的智慧啊，我论因说因啊，佛释迦牟尼佛说的啊，外道问他，在家人问他，你都说些什么？我讲因果啊，讲因果业报啊。所以四种证件，第一个就是要先了解因果业报啊，你不明白啊，你没有修那个法，却要得到那个境界。你只想得佛的加持，而不是想自己修持，那你就要得到。那这个其实就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啊，就是你没有用功，但是你可以跟佛一样的功德，只因为你念佛。怎么可能会佛法会这么讲呢？但是现在人都这样讲啊，特别是净土法门的啊。把净土说到跟外道一样啊，啊，所以这个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明白佛法啊。那好，那我们回国过来讲啊，就讲到这个，就有一点点感慨了啊。就是现在的佛法有时候啊，
那么都把佛法引到像外道一样啊，就是我觉得像很多人说，我们不是要一门深入吗？是，可是你那个是什么门？你那一门是什么门？你是沙门还是婆罗门？是外道沙门还是婆罗门？啊，我们的是瞿昙沙门呢，是佛门呢，啊，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道理。那现在再来讲啊，就是说他这里是部派，他引用部派里面讲的菩萨是什么啊？这我们一开始是要说啊，这个三宝里面有一些观念不太一样啊。他前面是讲啊，这个菩萨的定义，这里是讲阿毗昙里面怎么来讲菩萨这个定义。好，那复次，阿毗昙中，迦旃言女子弟子辈言。迦旃言女子弟子辈，迦旃言女子啊，有时候叫做迦多言女子啊。他这个龙树为什么要举这个人呢？因为这个人造了发智论，可以说说一切有部里面一个佼佼者啊。那么说一切有部从上座部分出来啊，那么主要也是这个人啊。那么他造发智论，发智论有二十卷。大毗婆沙论200卷，就是依发智论解释的啊，解释它里面的意思，所以它可以说是部派里面的一个，特别是像大毗婆沙论这一种啊，论师里面的一个祖师啊，啊，所以这个阿毗昙啊，性相分别嘛，啊，性相所显啊，那阿毗昙在分别这个法义里面啊，这个迦旃言女子可以说是最早的祖师啊，可以这么说。那佛陀时代当然也有论义啊，像舍利佛、目犍连啊，这个迦旃言，这些都是论义的，这些佛陀时代的论师啊，都是很会论义的。那迦旃言女子有些说他是在佛灭后啊300年，像玄奘就说他在佛灭后300年，那么真谛说他在佛灭后500年啊。那么照这个论啊，那么有些说是在寂宾国啊，像真谛跟玄奘都说他在寂宾国造论啊，东印度啊，或是这个大毗婆沙论说在恒河流域造这个论啊。那问题就是所谓像龙树，因为龙树的般若经啊，龙树的大智度论啊，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大智论，它主要是在解释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那么般若经这个是中品的般若经，一般我们叫做25000颂，25000颂的般若经。那么这个般若经最重要的啊，我们跟大家讲过了，般若经最重要的两个点，抉择无我的甚深力，显发菩萨的广大行，就是强调菩萨道跟解脱道不一样。那菩萨道重点两个就是行跟解，就是菩萨的行解。菩萨行以六度四摄为修行纲目，那菩萨的修行纲目十个字啊，二道五菩提，三心行六度啊。解脱道的纲目也是十个字啊，这个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也是一样啊。那在这个菩萨道里面啊，那这个般若经主要是强调菩萨道，就是行跟解啊。那行我们说过，有益于解脱道，是要断尽烦恼。它解脱道主要是要得解脱，出三界。那么菩萨道除了自己要解脱，不只是求自己的解脱，求自己跟众生的解脱啊，其实这个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菩萨道。第一个，他的愿不一样，他的目标不一样，他的方法也不一样啊，他主要是这样。那大智度论主要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重点在讲菩萨的行解，菩萨行我们说过了啊。那解呢啊，因为佛法的一个核心叫做缘起无我啊。那到了般若经主要把它叫做缘起性空啊。那么缘起性空就是缘起无自性空，那这个空跟无我
是用一个无自性把它贯通起来的。为什么？因为部派讲一切法有自性，众生是无我，但是法有我，就是有自性，这个我就是自性，这个我们稍微要知道一下，那所以《般若经》讲缘起性空，无自性空，原来只是讲法空，后来因为部派执着一切法实有，所以就有很多空，然后变成这个空空大空，有为空无为空，本性之空自性空，有为法空无为法空，就非常的非常的多的，从三空，从三空，然后到七空，那么十四空、十八空、二十三空，那么总结一切法毕竟空，那么再讲这个无我，所以般若经两个重点，抉择无我甚深意，那用空来代表，后来就用所谓的缘起性空，来代表，其实是这样的。那这个是他在说明真正的解脱，不能够认为一切法是自性有的。那我们误会了，把部派的一切法有自性说成阿罗汉证人空不证法空，错。只要是证，从般若经的立场，从大乘的立场讲，证阿罗汉的人不会执着一切法实有，没有阿罗汉证人空不证法空这件事，没有。证人空必证法空，这个我们要先清楚。我以前也不知道，以为说阿罗汉不究竟，他只证人无我，不证法无我，不对，人无我，证人无我的必证法无我。那么你说你证得人无我，但是你说一切法实有，那个叫做真善慢，未证言证，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不要误会所以我说很多人会误会说阿罗汉证人无我菩萨佛才知证人无我法无我，不是这个你会误会阿罗汉你误会阿罗汉执着法有，执着有不证得法无我不是，阿罗汉也证得法无我。如果从般若经的立场上看是这样的，那么你证得无我，你却执着一切法实有，那个只能表示说你是真善慢人，你实际上没有证，但你觉得你证了。好，那么有人传说这个迦多眼尼子这个迦瞻眼尼子又叫做迦多眼尼子也证阿罗汉那么后来就说这个大毗婆沙论是五百阿罗汉造的其实不是他就是论师造的五百是形容很多那么阿罗汉，我们说过阿罗汉跟阿罗汉之间没有异义，没有不同的看法，同法同具同义同位，同一解脱位，所以他也同法同具同义了解的道理是一样的，彼此之间没有分歧，对佛法的看法没有分歧，对佛法的修法有可能有不一样，偏重不一样，但对佛法的认知不会有分歧这个我们要知道同法同具同义同位。你看阿含经里面舍利佛不会去质疑目犍连的，目犍连不会去质疑迦瞻眼的，迦瞻眼不会去跟富罗那辩论说你说的这个不对，应该是这样没有，绝对没有这种事，只有跟外道那这个我们要知道。但是到部派论师里面就不是法救的大德的是有的就彼此那些大德彼此看法是不一样的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应该在东方，不是，应该在东南方应该在西方，不是，你去过了这里在那里就是在那里这个东西是圆形的就是圆形的当然你知道了，你从这个角度看是圆形的，那个角度看是方形的，可以这么说，但你不会跟他争你圆形的不对是方形的才对，不是，因为你知道你整个面貌你是知道的所以你从前面看它是圆形的，你从旁边看它是扁的也有可能，但是一个了解真相的人不会执着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也不会错误的执取，不会。但是我们看在部派的论师里面很多彼此争论的点非常多，比如说到底有没有中阴身
啊这件事啊，戒体到底是色法还是心法？一个阿罗汉跟阿罗汉之间不会对这种有争议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么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论师的法当成是佛陀的法。那彼此之间，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那彼此之间当然有争议，但是我们知道就好，我们这个不是重点啊。但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些争议点，那么到底有没有中医生，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影响的啊。或是说，到底戒体是色法跟心法啊？那么什么是戒体啊？那这个其实也不是重点啊，也不是重点。佛法的重点不是在那里，佛法的重点都是在你。有没有烦恼？你有什么烦恼？你是怎么起烦恼的？你要如何消除烦恼？啊，你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啊，那么这个才是真正你学佛的一个核心啊，一个目标。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他说啊，这个迦瞻言女子弟子辈啊，重点是在讲这一些部派的论师啊。那因为我们说到大智度论最主要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最主要啊要说明的道理，其实也是针对部派论师的啊，特别像大毗婆沙论这一类的，所以它里面的很多观念啊，讲性空的观念啊，我们说就是主要两个啊，就是深观广行的菩萨道啊，深观就是觉者无我的甚深力，佛说真正的无我到底是什么啊？那么另外啊，像佛一样的修行到底要怎么修啊？那么这个是菩萨道。那这个是般若经里面的重点，那也是大智度论里面要说明的重点啊，其实就是我们后来总结叫做深观广行的菩萨道啊。那所以大智度论里面啊，他有时候对迦瞻延尼子啊，像龙树对迦瞻延尼子的概念，就是通常都是比较呵责的啊。那么所以有时候他说迦瞻延尼子辈是生死人。就是对他们觉得他们虽然他们努力的研究佛法，但是对于他们对佛法的误解，那么有一点点不谅解啊，所以就是认为他们把佛法弄复杂了，而且把修行弄偏了、偏移了啊。所以其实大智度论的重点其实就是在说明深观广行的菩萨道啊。用了100卷，其实不止100卷啊。那真正来讲，大智度论没到100卷，70卷，因为里面有30卷是般若经，他把般若经加进去才100卷啊。那龙树的大智度论不止100卷啊，这我们前面有说过，就是他不止100卷，但是鸠摩罗什翻的时候就翻到100卷而已。那100卷实际上只有70卷。如果你把30卷的般若经抽掉，另外那就只剩下70卷，一卷就是固定的一张纸的量嘛，啊，那么就只有70张纸而已，啊，所以啊，那这个是浓缩的啊，我们现在看到大智度论是浓缩版的，啊，那其实没有到100卷啊，就70卷，因为30卷是般若经。好，那龙树对这个。发智度论的作者迦瞻延，因为一切都是从发智度论开始的嘛，就是论师的这种流行啊，那所以说他是引领流行的一个人。那后来像是很多像大毗婆沙论这一些，他就把这一些论师啊，他就把它叫做迦瞻延尼子弟子辈，他就讲这个，其实就是统称从发智度论以来这一些论师。好，那现在是引，他现在是引论师或是论书啊里面说的菩萨。那其实他之所以这样引，也是啊后面会说，其实跟大圣里面菩萨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啊，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他在做澄清了 他在做澄清。好，他第一个什么叫做菩萨啊？自觉复能觉他是名菩萨。啊，那如果我们看啊，如果我们翻过来104页看啊，大圣里面的菩萨他讲的不一样啊，那就是差不多，但是他讲的是不太一样的。什么叫做菩萨啊？那他有这样的说法，然后就是大圣里面的说法，这上次我们说了，然后现在讲部派里面的菩萨啊，比如说南传跟北传啊论里面的菩萨也不太一样啊。那么南传的菩萨只有两个，一个。真实来讲只有一个啊，那两个是释迦菩萨，现在已经不叫菩萨，现在叫释迦如来了。那么一个只有一个菩萨叫做什么？叫做弥勒菩萨啊。然后这个大圣的就不止了，只要你发菩提心你就叫做菩萨啊，谁发了菩提心谁就是菩萨啊。那发菩提心不一定是受菩萨戒哦，但是发菩提心的人一定是行持菩萨道，但受菩萨戒就是告诉你要如何行持菩萨道，如此而已啊。那其实很多人不晓得啊，那很多人常常会误会啊。
就菩萨的定义啊，比如说好，比如说受菩萨戒好了。那受了菩萨戒，很多人会误会啊，我是六众二十八轻的菩萨，优婆塞戒经的菩萨，我是瑜伽菩萨戒的菩萨，我是放网经的菩萨。现在的菩萨戒，以前的菩萨戒有三种啊，就放网经的，这个是比较常用的。然后这个瑜伽菩萨戒的啊，那么现在流行啊，那么最早的就是在家人受的啊，那么主要是六众二十八轻的啊，那么六众二十八轻就是优婆塞戒经的，优婆塞戒经主要是从善身经延伸来的啊，这我们稍微要知道了啊。那这个瑜伽菩萨戒跟放网经都是在家出家通受的。因为六众二十八轻是在家，只有在家受的。好，那很多人受了菩萨戒，会比哦，我着重在那个戒条啊，其实不是。真正来讲啊，那么菩萨戒只有一条戒，以菩提心为戒。从菩提心为戒，菩提心就是要成佛的心，成佛的心要度众生的心啊，其实就是这样。那么菩提心为戒，衍生出三条戒，叫做三聚境界。啊，那三聚境界里面啊，那么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啊，就这三条而已。从三条里面延伸出啊，所谓的六众二十八轻，十众四十八轻啊，那么四众四十三轻，乃至于啊，像这个，另外现在有新的流行的一种菩萨戒，其实也是大智论里面讲的。啊，最早的菩萨戒就是十善法，像法鼓山就以十善法为戒啊，所以早期有三种啊，就是优婆塞戒经的六众二十八轻啊，这个是在家的，主要是在家而已。那在家出家通受的啊，比较最早比较流行的是，就是早期一直大家都受的就是放网经十众四十八轻的。那现在啊，有一点偏向就是四众四十三轻的瑜伽菩萨戒。那这个是在家出家通受的。那很多人不了解菩萨戒的定义，因为不了解菩萨的定义，也不了解菩萨戒的定义，他就会执着在哪里呢？啊，那个戒条啊，那我是放网经的啊。那放网经其实是，如果真的要来讲，放网经反而是最后面的，最早最早最古的菩萨戒应该是十善法啊，就当大智论里面的菩萨。十善法是古菩萨戒啊，然后真的有戒条开始的啊，那么六众二十八轻的对在家，因为那个时候偏重在家菩萨，那么到了后来啊，像瑜伽师地论啊，那个大圣初期大圣中期的啊，那么就开始有所谓的放网经的菩萨戒啊，不是这个瑜伽菩萨戒，那个瑜伽菩萨戒是讲的最详细最合理的。啊，放网经反而是比较后期的。那放网经里面有吃素，那其他的菩萨戒都没有啊，都没有吃素这一条。那很多人误会啊，以为受菩萨戒就两件事啊。以前我去受菩萨戒的时候，在家菩萨戒啊，大部分人只在乎一件事，就是要吃素，其他好像菩萨戒就是为了吃素而已，不能吃素就不能受菩萨戒一样。吃了素就可以做菩萨戒一样啊？不是，不是这样啊！吃不吃素是小事，菩萨戒是以发菩提心为戒，这个是最重要的，根本就是你有没有发菩提心，你有没有要做菩萨啊？重点是在这样。那做菩萨就要行菩萨道，那些戒条只是告诉你哦，如果你要行菩萨道，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啊，它只是举例说明而已啊。那重点不在那些戒条，而是那些戒条都是要引领你啊，通向菩提心的。那么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三聚境界啊。那我们一定要懂道理啊，不懂道理哦，修行就很辛苦啊，就是盲修瞎练了啊，然后甚至背道而驰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么你受了菩萨戒，你不晓得菩萨的定义，不晓得行菩萨道的方法次第。原则，你是个寿司，没有办法有多大作用的啦啊，就好像你吃东西没有吸收，没有消化，啊，很难得到那个东西的营养啊，啊，你只是感觉哦有那个味道哦，我有吃进去
只是这样而已啊，其实这个是意义不大。好，那这里讲到啊，什么叫做菩萨？他这里一个概念就是自觉复能觉他。我们说这个是部派的概念哦，啊，但是有一些概念也是对的啊。他说自觉能够觉他，是名菩萨。就是依于且菩萨戒说的，就是啊，不单单自己要解脱，而是要带领大家一起解脱啊。所以于且菩萨戒针对说菩萨不求解脱这个观念是错的，你这样讲违反菩萨戒啊，误会菩萨的定义了啊。可能当时有很多人这样讲啊，现在也有很多人这样讲啊，就菩萨就是不求解脱，不断烦恼，不出生死。错，不是，菩萨要出生死。但是于且师这边讲得很清楚啊，那就是菩萨不单求自己的解脱，求与众生一起解脱。他不是不求解脱啊，那他也不是不断烦恼啊，他断烦恼不入涅槃啊，啊是这样啊，他不是不求解脱，他不单求自己解脱，而是求与一切众生皆得解脱啊，所以。这个是菩萨的定义，啊，那很多人说菩萨不求解脱，啊，不断烦恼，不断烦恼怎么得解脱？啊，不断烦恼不得解脱，你怎么让众生断烦恼得解脱？啊，那不可能的嘛，啊，所以把菩萨误会了，啊，那好像菩萨现在的菩萨，现在的人间菩萨有一点点啊庸俗化了，啊。啊，那么菩萨就是啊，跟世间人一样，懒惰于无欲，唱歌跳舞啊，然后就是做的跟众生一样啊，不是这样，自觉复能觉他啊。那其实这个儒家也讲啊，儒家是很人间化的啊，自一般我们说自利利他，自度度他了啊。那菩萨的定义，那么儒家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是这样的道理啊。如果你的能力不足啊，你要把自己顾好，自己得解脱。如果你能力足，你要不只是利益你自己啊，达嘛，通达啊，就是你能力强啊，那么你要发心啊，要利益天下啊，要就是这样嘛。所以孔子啊，习不暇卵。周游列国，那么为的就是怎么样啊？要兼善天下嘛。好，那他说能够自觉，也能够觉他啊。如果只能自觉，不能觉他，或是不太能觉他啊，那么声闻也度众生啊，不是不度众生，只是度的众生没有佛那么多就是了，没有佛一定要度众生那种概念啊，没有，哪里有众生善根成熟，我就去。让他得度，善根不成熟的，我让他成熟；没有善根的，我让他种下善根。他没有不度的众生啊，他没有不度的众生，只是度的层次有差别啊。所以一切的佛都发度尽众生方正菩提的愿，都是度尽众生方正菩提的愿。那这个度不是都让他证阿罗汉啊？像这个《金刚经》讲：“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他不是这一生啊，就像佛说的，没有善根的让他种下善根，有善根的让他成熟善根，善根已经成熟的就让他这一生得度啊，其实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其实都包含在度众生的范围里面啊，所以要广结善缘，深种善根，多造善业，你才有办法。因为没有缘度不了众生，没有力度不了众生，这个力啊，包括信尽念定慧的力量啊，你没有，你就是度不了众生。你跟他没有缘，你很有力量也度不了他啊。所以度众生需要度众生的善巧智慧，这个叫做方便道。方便道是建立在般若道之后的，你都没有般若道，你怎么会有方便道啊？你的方便。一般我们现在的度众生的方便，都把它引到外道去，啊，就认为让他到佛门来，啊，让他好好念佛，让他布施，这个就是度众生了，啊，这个可差多了。那这样所有的外道都在度众生，啊，他也行善啊。你要让他明白佛法的道理，
要让他有善根，最重要要让他种善根，跟佛法结善缘，在佛教中，在佛门中造善业啊，重点要在这里啊，要不然你是很难的啊。好，那这个第一个自觉能觉他叫做菩萨啊，我们延伸来讲叫做自利能利他，自度能度他啊。那么第二个必当作佛啊，必当作佛是啊，如果依声闻来讲啊，部派里面的啊，菩萨只有一个啊，就是释迦菩萨。释迦菩萨已经不叫菩萨，他已经叫佛了，就是弥勒菩萨。那这个未来要来做佛的人才叫菩萨。那他基本上未来要来做佛的人都在哪里？就是他必定下一生来就做佛了。一般如果一大圣的经典来讲，叫做什么？一生补处，只有一生补处才叫菩萨，因为一生补处下一生来就决定做佛，只有这个才叫做菩萨啊。那而且菩萨。部派里面的菩萨是凡夫，部派里面的菩萨是凡夫，大圣里面的菩萨有凡有圣，啊，只要发了菩提心就菩萨，但是那个是凡夫。到证无生法忍之后，得阿毗跋致了，不退转于凡夫了，这个是真实菩萨，啊，即是这样，啊，那么一直到一生补处，啊，从阿毗跋致到一生补处，这个都叫菩萨。那如果从圣者的这个来讲啊，依华严经来讲，就是地上的初地以上的菩萨，啊，初地就入圣流，啊，那么依般若经来讲啊，那么真正的无生法忍啊，等同阿罗汉来说，他是把烦恼断尽了啊，那么这个是八地啊，或者有时候七地啊，那么但是地上就初地以上，基本上就圣者了啊，那初地类似像。啊，如果从阶位来讲，类似像初果，啊，那无生法忍从阶位来讲，啊，类，啊，无生法忍从阶位来讲，类似像初果了。如果初地的话，啊，也是入圣流。但是如果从他所证的内容来讲，啊，那么七地八地等同阿罗汉，啊，那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如果依这个地上初地以上，它就是圣者来讲，初地到七地啊，这个中间啊，基本上啊就是有学啊，那就是阿罗汉中，就是声闻中的了啊。但到了阿罗汉啊，把烦恼断尽，这个是八地了，这是智慧的深浅啊，基本上是以智慧的深浅。那八地以上啊，它基本上就稍微就等同阿罗汉了啊。那九地十地。啊，十地以上就成佛了。那有些还在十地跟佛中间，还有一个一生补处等觉菩萨啊。那基本上，所以这个阶位其实也蛮复杂的啦啊。就是说，大圣的阶位啊，后来就是参考声闻的这种初果、二果、四双八倍啊，那么也列了一个阶位啊。后来在十地以前，入圣流以前，还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后来就变成综合变成五十一个阶位啊的菩萨。好，这个稍微我们知道一下啊。那必当作佛，声闻里面必当作佛的只有啊，在多帅天下一生要来成佛的弥勒菩萨。那部派声闻里面的菩萨是凡夫，要到菩提树下那个时候才成为圣者，成佛那个时候才成为圣者。那么如果是大圣，这个时候已经是圣者了啊，已经是圣者了啊，那不一样。好，所以他这里讲必当作佛，是名菩萨。啊，那么就一定会做佛了。那如果是大圣，那么他想要成佛，他就可以称为菩萨。发菩提心要成佛，有发成佛的心，他就叫菩萨。啊，第三个从智慧生，智慧人所养护，菩提名肉尽人的智慧。啊，就是菩提就是正觉啊，肉尽人，肉是烦恼啊，断烦恼，烦恼尽的人啊，所有的智慧。啊，所以有所谓的净智、无生智，净智就是断烦恼的智慧，无生智就是正无生的智慧啊，这是声闻说的了啊，净智、无生智啊。那么一般阿含经里面就是法住智、涅槃智啊。那么世人从智慧生，智慧人所护啊，有智慧了啊，但这个智慧人所护
智慧人所养故，四明菩萨啊，所生育养育啊，这由智慧所生育养育啊，就是以般若为母了啊，为般若守护。好，那第四个发阿比跋致心，阿比跋致是不退转啊，又有说发阿比跋致心，从事以后明菩萨啊。第五个离无法得无法，好，又言若离无法得无法，是名菩萨，何谓无法？好，那这我们看一下黑板啊，他讲到这个大毗婆沙论卷176啊，那底下有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76。好，那我们把它写出来。他说修妙相业时，舍五劣士，得五圣士啊，那么舍出得细，舍劣得胜啊，舍不尽得尽啊，舍烦恼得智慧啊，反正都是这样啊。那么通常啊，我们说第一个是离恶向善，离五恶啊，那么向善啊，向十善，离五恶行十善啊，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就是我们一般的修行方法，第二个是离五欲啊，向上啊，就是离欲界向色无色界。啊，就修戒，修第一个修戒，第一个修定，啊，离五欲，离五盖，啊，那第一个是离五恶，五，那么五恶五痛五烧嘛，啊，然后离五欲，啊，然后再来就是离烦恼，啊，那这个一般离烦恼最重要的啊，把烦恼断尽。就是离开对五蕴的执着，啊，对身就是断身见啊，那么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成圣者成圣流，啊，向解脱啊，那么就是舍掉对五蕴的执着了啊，那么第一个是对这个五恶啊要舍掉，第一个是对五欲要舍掉，第三个是对五蕴啊这个我要舍掉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修行的。如果我们仔细看，基本上是修行的次第啊。那么要舍的无法啊。那么第一个是对恶业，你就不堕三恶道，你就不堕三恶道五恶啊，其实就是持五戒了啊，杀盗淫妄酒，五恶无痛无烧。那么你不堕三恶道。那第二个你要向上提升啊，你不要被局限在欲界里面，所以要离五欲，舍五恶离五欲啊。那么还要断，还要舍掉对五蕴的执着啊，那么要观五蕴无我啊，要舍掉对五蕴的身见啊，那这个其实是佛法修行的次第啊。如果从五这个地方来说的话，那我们很容易记啊啊，那他这里说到啊，我们先看大智尊者的，再来看大毗婆沙论的啊，那这个是引大毗婆沙论的了。啊，那因为鸠摩罗什的翻译啊，另外一种方法啊，但其实原文是一样的。他说：“若离无法得无法，是名菩萨。”啊，云何无法？第一个离三恶道，长生天上人间。啊，那么原文是舍诸恶趣，恒生善趣。啊，那这个是离恶向善。啊，我们说第一个要离恶向善。那这个佛法叫做端正法。啊，世界升天之法，啊，要端正法，它重点，啊，那离三恶道，你要离三恶道，一定要离五恶，五恶，五恶就是杀盗淫妄酒，啊，那么你才可以得人生人天，啊啊，人间而已了，啊，就不堕三恶道，先不堕三恶道，那你要升天上，你还必须离欲，除了离恶还离欲，离欲主要是离五欲。离恶主要是离五恶，啊，那这个才能够升天，啊，那离欲才能够升欲界天，神色无色界天的 啊，那但是如果欲界的天，欲界的天，那么只要离五恶行十善就可以，欲界天离五恶行十善就可以，那么色无色界天还要离五欲，啊，才有办法。啊，得禅定才有办法啊。然后第二个，离贫穷下贱常得尊贵，
这个大毗婆沙论是舍下劣身恒生贵家，高贵之家，尊贵之家了，是你不会生到贫穷卑贱，贫穷卑贱的人家，会到高兴高贵尊贵的这个人家那如果在印度，就是你不会身为首陀罗种灭力居，不会，你会成为婆罗门刹帝利。那第三个离非男子，常得男子身那非男就有五种非男女众也不是然后那个这个一男一女的或是太监的或是什么六根不具的我们这些没有男根的我们这些都是非男所以要有一个正常的男子身那这样讲是因为印度当时的女众比较没有地位所以得女子身基本上限制比较多修行比较不容易障碍比较多苦难比较多其实这样就好像你生在印度你成为首陀罗那么你就是障碍比较多苦难比较多限制比较多那你在印度身为女众除非即使你是高贵家的那么也比男子有限制有障碍那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贫穷下贱跟这个女众基本上在当时都是比较弱势的比较弱势的好那么如果依大毗婆沙论就是第三个舍非男生恒得男生所以印度的经文里面常常都是那么转男成女这个概念那么第四个离诸行禅缺落诸根具足大毗婆沙论就舍不具根就是六根不具足了恒具诸根我们对照个黑板看就是他的原文是这样也不是说原文就是他的翻译不同一样原文是梵文但是他的翻译那么这个大毗婆沙论的大毗婆沙论的是这样翻就玄奘的是这样翻那这个是鸠摩罗什翻的大毗婆沙论是玄奘翻的嘛这个是鸠摩罗什翻的那鸠摩罗什比较重意义意识那玄奘比较重这个他原来的这个文字他重这个文字本身的那原来的意思好那就是方法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对照看就是玄奘的方法跟罗什的方法大哲论是罗什的方法那么第五个离舍喜望常忆宿命得是宿命之位常离一切恶法远离恶人常求道法摄取弟子这个讲得多了这个大毗婆沙论是说舍有妄思念恒得自信生念好那这个我们可能不太知道但是我们对照看就会知道好恒得自信生念好那么大毗婆沙论卷一百他说到他说外道忆宿命两万劫到八万劫就是有一些人真的会记得前世甚至他有可能因为禅定记得他多生累劫以前的事但最多是两万劫到八万劫之间忆宿命那么最多了但大阿罗汉佛教的大阿罗汉跟辟支佛可以最多有八万大劫那佛如果是佛如果是佛超过八万大劫没有限制那大阿罗汉还是大阿罗汉跟辟支佛比较有能力像舍利佛这种大阿罗汉目犍连这种大阿罗汉那么最多就是八万大劫八万大劫之后的就不知道了那么佛八万大劫之后那么外道就是两万劫到八万劫是不是大劫就两万劫到八万劫那阿毗昙毗婆沙他讲生而得此智你出生你就记得那么名自信生自信就是他生下来就有的他本来就有的自信生自信生念智有这个自信生念那么这里就是自信生念得自信生念
这个是讲到宿命智，有这个宿命智啊。那菩萨啊，菩萨基本上啊，他说离无法得无法，其中一个就是得宿命智慧。好，那因为他有宿命智慧，所以他能够离一切恶法，能够远离恶人啊，常求道法，摄取弟子。好，那说这样叫做菩萨。又言啊，这是第六种了啊，就菩萨的定义了。菩萨的定义，第六种，从众三十二相业以来，是名菩萨。三十二相业啊，就造作啊，有三十二相啊，这前面也有讲过啊。那么就是三十二相是印度来说明一个人啊。那么每种相都是一种业相，都是一种业相。那这种相表示他修了些什么，他就有这样的相。哪有哪些的福报，就有这样的相啊？其实是这样啊，这病有病相，业有业相，智慧有智慧相，愚痴有愚痴相啊，邪见有邪见相啊。那么基本上都依这个业现那个相啊，就是一般来讲现相啊，就是有那个体性，有那个外相啊。那他说众三十二相，那我们说三十二。大致里面其实也有说到啊，就是其实不一定是三十二，看那个地区的人啊，那么对所谓书生的定义，他三十二相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世界很多种族，有的把脖子弄得很长，脖子越长越漂亮啊。那古代的欧洲腰越细越漂亮啊，就女众了。那清朝啊，裹小脚，脚越小啊越漂亮啊。那有一些原住民，把耳朵拉得很大，把嘴弄得很大，把脖子弄得很长啊，这一大堆不一样啊。每个人的相好的定义不太一样啊。那么看那个地区有多少个相好，那么他就符合那个相好，因为有那个相好就得到大家的尊重啊，那么就受到最高规格的尊重跟礼遇啊，大家会把他当神啊，就变成有这种啊。所以大智论说也不一定是三十二啊，因为他这样的出身就得到大家的尊重啊。那么你要得到大家的尊重，那必然有那个业啊。其实是这样，就好像你生到好人家，生到国王宰相家啊，那么一出生就得到尊重。那你有这种相，你一出生就得到尊重啊，就变成这样。好，他说从众三十二相业以来就名菩萨啊。好，那么一般来讲啊，就是说百劫修相好。好，那他说关于三十二相啊，他说什么时候种三十二相业？因为前面说种三十二相业以来圣名菩萨嘛，所以就延伸一个问题，那什么时候开始种三十二相业？好，他说过三阿僧祇劫啊，三阿僧祇劫修行成佛啊。那这个龙树当然也有意见，他说什么三阿僧祇劫，要无量阿僧祇劫啊。那么然后种三十二相业因缘，就是先修三阿僧祇劫之后，然后再修百劫相好啊。然后所以这个三阿僧祇劫修完之后再修百劫，这个时候是种三十二相业因缘。好，那第二个是几十名阿僧祇，那什么叫做阿僧祇呢？好，那他说这个天人中能知算数者，极数不复人知啊。那么是名一阿僧祇啊。那像他底下有举例，那这个数目到底有多少数啊？我也曾经从很多经典里面去看，其实讲的不太一样啊。如果像俱舍论有五十二个数啊，这个数就是个十百千万。像我们现在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兆十兆百亿十兆百兆千兆万兆啊，我们就一直下去了。中国最早有十五个数啊，算就是数数记忆里面啊，最早有十五个数，它是个十百千万亿兆金该直囊勾践正斩啊，就
就这几个而已。那么十五个数而已，后面有一个极，南极北极的极，那个是无限大啊。那总共就十六个数，无限大不讲的话，总共就十五个数。从个十百千万亿兆金该直难勾践正载来说啊，那后来佛教在东汉西汉之间就传进来了嘛。那素数自疑是东汉的时候的书，后来佛教传进来，又把佛教的六个概念传进来，恒河沙、阿僧祇、那由他、不可思议、无量大数传进来，所以就变成二十一个数。那印度最少啊也有五十二个啊，那么古印度的解脱戒经讲六十个，华严经啊也有一百，最多有算到一百五十六个啊。那如果你仔细跟他算，那么就是也有啊，也有一百二十九个的啊。那但是像他是从十万开始算啊，比如说阿僧祇品，他是从落差是十万开始算，算到不可说不可说啊，有总共有一百二十一个。那一百二十一个的话，如果以阿僧祇品来讲啊，其实也有很多种算法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就是说，如果从《华严经》的阿僧祇品专门在说算术的啊这一品里面来说啊，从落差就是十万，十万里面前面有个十百千万，有五个啊，就一十百千万了啊，这五个从十万开始说，一直到不可说不可说，有一百二十一个，不可说不可说。后面还有一个不可说不可，就是不可说转啊，然后还有一个不可说不可说转啊，反正就是从不可说不可说后面有个不可说转，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转后面还有一个不可说转，不可说转就有一百二十三个啊，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啊，那所以加起来基本上是啊，可以说是一百二十九个了啊，一百二十九个。然后如果不可阿僧祇品里面啊，说到不可说转是一百二十二个啊，然后如果再加上前面的个十百千万五个，再加上一个不可，后面最后一个啊啊，那么基本上我们给他算也可以一百二十九个数啊，就个十百千万这样算下去哦，那非常多非常多。啊，那太多了啊，那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但是主要是最后有十大数，最后十大数我们写在后面那边啊。阿僧祇其实就是无数的意思啊，那由他是不可数，俱之啊，我们常常讲的俱之，俱之最常用的就这三个了，阿僧祇、那由他、俱之，俱之是义的意思。那义其实也有很多种说法啊，像这里说啊，这个十千名万。千万名义啊，这个义哈有很多种说法，十万、百万、千万、万万都叫义。那我们现在的义叫万万，一万的一万倍叫义，万万为义，十万、百万、千万、万万，万万是义，四万万人叫四义，以前这四万万人是义啊。那么这里像这里《大智论》里面讲的是千万名义。那我们现在是万万名义啊，那最早是十万就是亿，个十百千万亿，万后面就亿，十进位啊，所以十万亿其实是十万为亿，十万为亿其实是十万亿啊，那就是前面那个是名就好像三千大千啊，一个大千是三个千组合而成的，三千是解释。大千是名词，十万是解释，亿是名词啊，是十万为亿，三千为大千啊。六群比丘啊，六是解释啊，群是名词，一群有六个人。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但是后来的佛法里面，这个亿俱之啊，翻起来是亿。它就不一定了，有十万为亿，有百万为亿，有千万为亿。现在我们的亿，一亿是一万万，一万万是一亿啊，这不一样啊。好啊，所以这个名词有时候变来变去的。那我们来看啊，一一名二，一加一是二，其实就是个十百千万啊。二二名四，
三三名九啊，就是相乘的啊，然后各十啊十，那么就是翻倍。其实它意思就是前面的个位数啊，个然后十，十乘以十就是百啊，然后它这里是十进位的，十进位的，十乘以百名千，十乘以千名万啊，然后后面就不是了，就是不是。它就是千万了、啊、那其实再进十位啊，十万名义啊，但这里是千万了、啊、就十千上就从千万啊，那么千万亿名纳由他，千万纳由他啊，纳由他不可数的意思啊，其实纳由他的话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十大数，十大数啊，那里面啊这不可数，它其实他基本上啊，他最早是阿僧祇啊，那纳由他其实是不可数的意思啊，那就是第五个不可数啊。那么纳由他，好，那这里说到啊，还有千万纳由他是频婆啊，千万频婆这边加他，过加他名阿僧祇啊，阿僧祇是十大数，最后十大数的第一个啊。然后，但是这个数不一样啊，然后所以他这个纳由他之后才是阿僧祇啊，那所以这里的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十大数里面的不可数就不能说是纳由他啊，那这个是最后十大数嘛，第一个是阿僧祇嘛，好，反正这个讲到数目这个其实也有一点乱了啊，就是各个经论里面其实说的不太一样，但是印度的数目确实是。我们见过所有数目里面最大的，没有人数到这么大。你看中国才十五个数，中国才十五个数，啊，印度最少都是五六十个，最少据舍论讲到五十二个数，啊，那华严经讲到一百多个数，啊，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大。好，那么如是数三阿僧祇，这样有三个阿僧祇，啊，就是最后过劫他名阿僧祇啊，那么若行一阿僧祇满啊，行第二阿僧祇，第二阿僧祇满行第三阿僧祇，譬如算数法，一乃至百，百算尽还至一，如是啊，就有三个阿僧祇啊，如是菩萨一阿僧祇过，还从一起，就这样开始算啊。那其实三阿僧祇只是一种概念。有非常非常多的概念，啊，有三个非常多，其实是这样。那真的从佛法来讲，时间不是决定的，时间不是决定的，时间也是虚妄法，时间跟我一样啊，是分别而来的，没有决定，真的是啊，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啊，那数目其实也是这样的，啊，那么三大升起的时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概念，啊，一个概念。所以有时候你一念，你就可以超越一个阿僧祇。那么像地狱，啊，地狱的时间那么长，其实是因为它受苦，啊，像我们很苦的时候，一秒钟等于度日如年了，啊，度日如年。我们非常快乐的时候，啊，度年如日，啊，一下子时间，快乐的时间总是容易过，痛苦的时间很难熬。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这个是在讲算数时间这个概念啊。那我们大概知道有所谓十大数，那三阿僧祇其实是一种概念而已。好，好，那么第三个三阿僧祇之修道历程，第一个阿僧祇心不自知，我当做佛不做佛。啊，就是还不决定啊，自己可不可以做佛？这个是第一阿僧祇。第二个阿僧祇，我们说现在讲的是部派的说法哦。第二个阿僧祇，心虽然已经知道我必做佛，而口不称我当做佛，啊，还没有那么决定了啊，但已经知道可以做佛了啊。第三个阿僧祇，心了了自知得做佛，口自发言无所畏难，我与来世当做佛。非常的明白了啊，非常的明白，决定了啊。那一般来讲，佛是无所谓啊，对于法啊没有畏难啊。他这里对于自己要做佛
啊，没有畏难啊，那可以很大声的说啊，我未来是当作佛，那这个是第三大升起了。释迦文佛啊，就释迦佛，从过去释迦文佛啊，就是最早还有一个释迦佛，到次那斯气佛啊，其实就是斯气佛了啊。那过去有七佛嘛，啊，毗婆斯、斯气、毗舍弗、拘留孙、拘那含摩尼、迦摄、释迦佛，释迦佛是第七尊佛啊。然后现在有四尊啊，过去有三尊啊，毗婆斯、斯气、毗舍弗佛，现在有四尊：拘留孙、拘那含摩尼、迦摄、释迦佛啊。那后来啊，有弥勒佛啊，未来有一尊啊，弥勒佛啊，后弥勒佛说不定后面还有啊。那基本上部派的说法是这样的啊，都阿含经里面只要就是七佛。好，那他这里讲啊，从湿气佛到燃灯佛啊，他没有，他这里讲从到湿气佛出阿僧祇，永离女人身啊，就不再做女人啊。那么从次那湿气佛到燃灯佛为第二阿僧祇啊，但是如果从佛法来讲啊，那么后面讲啊，那么以五净花供佛啊，那这个是开始啊，这个是燃灯佛。但是燃灯佛到底啊，这等一下我们再来，先把这个我们看好啊。从湿气佛到燃灯佛，这个是第二阿僧祇。菩萨七枚青莲花供养燃灯佛，夫鹿皮衣不法眼明，是使燃灯佛便受其迹，奴当来世作佛名释迦牟尼佛。好，这里有几个问题啊。一个，他说七枚青莲花供养燃灯佛，那么一这个，他底下有，他底下啊注解事实，我们看一下。他说是佛教中最古老的传说，有位年轻的梵志啊，那么他啊这个向一位年轻女子购得七朵莲花中的五朵。一般来讲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他买五朵啊，那么另外两朵是他跟他买的那个人要供佛的，所以他基本上虽然拿了七朵莲花供佛，他只有五朵，另外两朵是那个人的啊。那么他的名字叫善慧了啊，那婆罗门的弟子啊，他翻作中文叫做善慧。善就是善良的善，慧就是智慧的慧。那他要跟他买，因为他怎么买都买不到莲花了，只看到一个婢女啊，就是有一个女人啊，她有七朵莲花，她要拿去供佛。那么他就跟他讲啊，要跟他买，他说我可以卖你啊，但是你要答应我啊，但是我也只能卖你五朵啊，另外两朵我自己要供佛，但是你要答应我，你要生生世世跟我结为夫妻，我才卖你啊。那这个就是后来所谓耶稣陀罗啊，那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了啊。所以他，但是他这里说买五朵，另外两朵相赠啊，那其实不是相赠，就是另外两朵啊。一个说法是另外两朵他要供佛的啊，但是他把他带去，这是他要供佛的啊，并不是他送给他的啊，不是。啊，所以这是一种啊，它底下有，还有用布法啊，就是把头发散在泥地上啊，它这里是把皮衣散在泥地上啊，以长发铺在上面供佛通过啊。那么燃灯佛跟他受记，燃灯佛其实就是定光如来。那燃灯佛到底在什么时代啊？这个其实经典也有很多种说法啊，你说像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啊，无量寿经的燃灯佛，那基本上是四自在王佛，就是法藏比丘看到的四自在王佛之前啊，燃灯佛是在最前面，是第五十五尊了 啊，就是第五十五尊是四自在王佛，然后从燃灯佛往前算，往后算啊，算到四自在王佛已经算到五十五尊了。啊，所以是非常早的。如果以修行本起经来讲啊，那么这个燃灯佛就是说，这个燃灯佛跟他受记，那么
基本上是因为这件事。但是如果以《金刚经》来讲，燃灯佛说记，我们读《金刚经》，燃灯佛说记是因为他是忍辱仙人，他那个时候割力王割截身体，割力王跟他割截身体，但是他心没有嗔恨。这个时候燃灯佛跟他说记。那一修行本起经以及太子若应本起经来讲，是因为他五净花供佛啊，这里写七净花啊，是因为他五净花供佛，燃灯佛跟他受记九十一劫后当成佛。一金刚经来讲，是因为割力王跟他割解身体，他不起嗔恨，燃灯佛跟他受记啊，那么他未来当成佛啊。所以这个传说有很多种啊，很多种。那燃灯佛又叫做定光如来。那么如果依大毗婆沙论来讲，燃灯佛啊，那么就是七万七千尊，就是释迦牟尼佛经过七万七千尊佛，那么第一尊就是燃灯佛。那么如果依大庄严经论来讲啊，那么有可能就不是依这个千佛第一尊，就是过去庄严解的第一尊佛啊，应该就是燃灯佛，华光佛就是燃灯佛啊。那所以燃灯佛到底是在释迦牟尼佛前有几尊？其实各个经典讲的不太一样啊，各个经典讲的不太一样。如果依《无量寿经》，就是第五十五尊，很前面了 那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要跟他算的话，就是没，就是各个经典讲的不一样。那燃灯佛寿记啊，如果依《金刚经》，是因为他忍辱仙人；那么如果依这里说法啊，基本上是因为他五净花供佛。啊，或者是七净花供佛啊，那么跟他受记啊，我不是除了五净花供佛，还不乏善，就是善法，善就是善法、啊、然后那么铺路皮，然后让那个燃灯佛经过啊，那么佛跟他受记的。那金刚经是他，因为他能够证得无我，证得无我忍辱啊，那么无我啊，所以佛跟他受记，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啊。所以他说燃灯佛受其记，奴当来世作佛名释迦牟尼。好，那这个是我们先把这个看完再下课啊。那翻过来啊，108页，从燃灯佛至毗婆尸佛啊，这个是第三阿僧祇劫。毗婆尸是七佛里面的第一尊，过去佛最后三尊啊，九十一劫啊，就毗婆尸。毗婆尸失去毗舍佛，这是过去的三尊佛啊。那么所以到毗婆尸佛，这个是第三阿僧祇劫啊。那过三阿僧祇劫，四十菩萨种三十二相业因缘啊。那么这个时候开始种三十二相，然后三十二相再修百劫，再修百劫啊。那基本上啊，那这个是这里的说法。好，我们早上先讲到这里啊，后面就在哪里种三十二相。好，我们早上讲到这里啊，下课。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